经营旅馆以为很简单，有漂亮装潢，有服务，拍照发上网就可以。不够，经营旅馆必须持有牌照。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，经营者要负刑责，业主可能也要承担责任。客人想住得安心，就要选择持牌旅馆，符合安全要求才有保障。查询或举报，请浏览网页 hadla.gov.hk。